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啊，讲到释迦佛在出家以前，那么他遇到些什么事，他看到什么境界，看到什么现象，那么他会怎么想？那我们要反观回来，我们小时候都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里面？那我们都怎么想？那我们现在又生活在什么境界里面？那我们又怎么想？那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决定了你会不会想，就决定了你会不会修。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觉照性，就算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还是会想错，还是会想偏，还是会想不到啊。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学习佛陀怎么觉察这个世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佛陀的觉察中，那么启发我们的觉察性啊，就觉性了，觉性啊。好，那所以他这里啊，他已经看见老病死的现象，他先了解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老病死，确定了所有人都会有老病死，那就包括我也会有老病死。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老病死，但是我未来一定要面对老病死，所以他说老病死自然啊，就是这样的现象决定以后会发生在我身上，决定自无语。那这个犹不知忧戚啊，真为目实心。好，那么如果你对于你未来一定将要受到的苦，你不会去想，不会想办法去解决它，那么你就跟没有心的人一样啊，目实心，就跟那个木头、石头，我们叫做冥顽不化，顽固啊，而且我们叫做冥顽不化啊。那么你会发现到世间上一切的现象都在告诉你道理，但是你就是不懂道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好好去观察思维，那么解析它啊。所以即使啊，我们说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叫做阎罗王的五封信啊，一样，当你牙齿开掉的时候啊，当你走路开始摔倒的时候，当你开始想不起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渐渐要见阎罗王的时候了。那么第一封信先警告你了啊，第二封信再警告你了。那么一样，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收到这个警告信了啊。那么你一定要开始理解，在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就要着力去解决这些事情。等到你没有力量的时候，已经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个时候你就是受苦。那么你一生生世世，你都是。事情来了你才要解决，解决不了你就没办法。那你听，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在生死中轮回不断的受苦，因为你从来没有预防过啊，已经发生了。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啊，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只会在已经发生的事情里面痛苦悲哀，如此而已啊。然后一直想要挽救，一直想要回到从前，一直想希望事情不再发生，但是你没有去努力预防它下一次的发生，所以就每一次都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在事情还没来的时候，你就要着力去预防它下一次的发生，因为我们已经看它发生了那么多次。从自己身上，从别人身上，都不断在发生这些事，那么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去解决，也无力去解决，为什么？甚至你根本就不想去解决，因为你认为这不可能解决，其实它是可以被解决的，其实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会出家。他这个还没出家，但是他已经了解到这个现象，啊，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的心哦，还没有，他只是想，啊，那他到了后来第四次，隔了很久，他都不想再出去，因为他整天
都在想这些事。这个我很能体会，因为我自从见了那个死人之后，整整半年，心里面都在想这件事，真的。那也很奇怪，白天就不会，白天不会哦，到了晚上躺下来，因为你晚上睡觉一定要躺下来嘛，躺下来你就想到那个人死了躺在那里，真的。那你就想，我也这样躺这里，我如果也像这样死了，我会在哪里？我存不存在？我就一直想这些事，没有办法。你告诉自己，后来真的是太痛苦了，就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想这个没有用，没办法，停不下来，没办法不想，真的。你越告诉他不要想了，他还是想，因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躺下来就想，想了就怕，怕了就睡不着，睡不着了就更想，就这样。后来你要转也转不过来哦，你告诉他不要想，或是不会的，怎样的，一切会好起来的，没办法，我告诉你没办法，真的。那我很深刻，后来我就开始啊去看那个看那个，那个时候佛教没有这么兴盛啊，很多都是佛道参的啊，所以就开始啊想要念咒啊，但念咒只能转移一部分而已啊。那最后我是啊有修那些那次有修那个大周天小周天，然后又念那个心经啊，然后慢慢那个心就开始。因为整个，因为把那个习惯性转到念心经这边来，念心经念得非常快，啊，念得很熟，念到整个心都在心经里面，真的。后来就没有不会去想这个事，慢慢那个心才转过来，啊，才开始可以睡觉，啊。那么一样，就是你看释迦佛其实也是这样哦，他也是这样啊，他这整个心在这里面，当然他可能不会睡不着了啊，但是。他整个心都在这里面，到什么时候呢？这第四次出游的时候，他看遍那个旁边的农夫在耕田的时候，要把土挖起来，啊，啃壤杀猪虫，就是把那个土壤挖起来，虫起来，那被那个耕犁打死，然后那个鸟又来吃这个虫，鸟彼此之间又在争吵要吃这个虫，那所以他就而且人要打牛，牛才耕田，牛耕田耕过去的时候，把土挖起来，那么有些虫被杀死，那有些虫被鸟从土里面挖出来，被鸟，因为鸟都知道耕田的时候就躲在旁边，就在旁边，那土挖起来，它就马上去吃这个虫，啊，它就马上知道这个，然后它就，你看这也是一个现象哦，你就是要观察现象，这整个现象，它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会觉得那个别人耕田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他就告诉你世间生灭无常苦的现象在这里面。为什么辟支佛坐在树下，单单看见树叶掉下来，他就能解脱？他就是一种现象，现象里面背后有实相啊，里面有实相的。为什么啊？你看虚云老和尚第一次开悟，他拿那个杯子。破了，杯子摔破了，为什么他可以开悟？他可以体悟到某一些无常，啊，他有很多次类似像开悟的现象。那么他的太太，虚云老和尚有两个太太嘛，啊，那都很年轻的，好像是他太太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啊，那个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啊，然后他拿杯子给他喝茶嘛，然后他杯子很烫嘛，啊，是不是在家的时候出家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啊，就他有一次开悟现象是，人家拿杯子给他装热水，他杯子很烫，一烫他掉杯子破掉。好，他从这里体悟到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他很深刻的看到无常。那我们天天摔过那么多杯子，为什么我们都不会想这些东西？我们摔过那么多杯子，为什么我们不会想这些事？那为什么他每一件事情，一件看似非常平凡的事？不起眼的是，为什么他会有那么深刻的体会？那为什么我们那么深刻的事也没有什么体会？差别在哪里？那你要想这些事哦，那你要慢慢体会到世间上，第一个观察世间的所有现象，第一个体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你都要坐下来，走路的时候坐下来，好好想这些事。我告诉你，养成这个习惯非常好。你的智慧就开始会增上，真的，你开始有如理思维的能力，而且也非常深刻。就算你看到经典的一段文字，
都不是表面一般人看到的哦，这个文字的解释没有，你会看到这个文字里面的东西，它的义理。所以这个时候你因为你养成这个习惯，开始你会寻找文字里面的东西，那么你在这个现象里面，现象背后的道理，它在告诉你些什么。那发生的是，打开电视，打开报纸，电视是影像的，报纸是文字的，一样。你打开经典，你眼没有电视，没有报纸，你看现象，世界上发生的事，那么一样，它都在讲些什么道理，它都在陈述些什么道理，那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体会到什么？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我们看释迦佛的现象就知道了啊。所以他开始看这个耕田这么一个简单的事。那么你看到了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的老师，然后去到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然后他有一些就是移民，然后在那个海边哦。在那个海边搭那个木板建起来，因为那是非法的，非法移民，他们很群聚，都群聚在那个海边盖很多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木板的房子，然后住得很简陋，因为他那个都是非法的，那会太多了，那政府没有拆啊。然后我们就经过，我们老师就看，就说：“哎呀，他就跟我说，卢正啊，你看啊，这些人哦，那么可怜啊。”那么我心里面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些人这么可怜是为什么？啊，我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啊，这没办法，这是他们的业。”就是说，这个你从这个可怜的人里面，马上就看到众生的业报，众生的业报，不同的业，不同的业，那么不同的心造不同的业，不同的业就有不同的报。那这些果报，像我们三界六道都是这样。由不同的心造不同的业，而受种种的果报。你看大海里面啊，这个《海龙王经》里面，《十三业道经》里面，这个大海里面那么多众生，小的几乎看不到，大的像大鱼那么大，那么种种的形状，种种的业。那么我们就要想，我以后会不会像他那样？我怎么避免像他那样？我应该怎么做？因为你也有可能未来是或未来，你也变成他像他那样，只是为了谋生都很困难，只是为了一个立足之地都很困难。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穿着这个衣服旅游，然后在那边看着他啊？我们经过嘛，然后那海边，他们看着他在受苦。你看着他受苦，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是像他那样受苦？你以后有没有可能也像他那样受苦？你怎么样断绝未来像他那样受苦？你要想这些事啊。那么你在所有的现象里面，因为你会看到嘛，比如说你住在道场里面，很简单啊，道场里面也有很多种人啊，很多法师啊，他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修法。那他一样有苦有乐，他平常都在想些什么？他都在执着些什么？那你又在想些什么？你看见他起烦恼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着他一起烦恼？还是你因他起烦恼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这样下去，你未来会不如他，会比他更烦恼？那你都要想到这些事。那么这些事。他想到了之后，你不想像他一样，不想比他更不好，你必须要截断跟他一样的烦恼。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在看见世间的一切事的时候，一切法的时候，一切现象的时候，你必须从中体会到一些道理啊。那么如理思维不是依着文字，文字是其一而已，文字只是一切法中的一种。它可能是一种行为，一种现象，无声的，没有语言的。它可能是声音，可能是影像。那么，它只是一种现象。你从现象里面体会到佛法的道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
那么这里讲到啊，他看到这个啃狼杀猪走，然后人跟农夫也整身汗，而且那个尘土飞过来，整身都是尘土。那个牛又被打，也很累啊，那么一直喘息，因为印度很热嘛。然后耕田，然后就一直喘，然后还要耕田，因为他不走，那个人就会打他，所以他为了他要耕田，那所以这个都非常的疲累，汗流行脆，就汗流浃背，那形体憔悴啊，就这样。所以释迦这个悉达多太子，他本来是要去，他四次出去都没有去到园林哦，都没有，他四次出去要去看花园，他的父王为他建的花园，他四次都没有到花园，到半路见到老病死就回去了。这一次他没回去，这一次他就坐下来，就没有了，就也没有去，就坐下来。大家坐下来，他就仔细看，你看哦，他本来是要去花园的，他就仔细看，他不看花园了，他就仔细看这个现象。你说那就一个农夫耕田有什么好看的？对一般的人来讲，这没什么好看，但对一个觉性被启发的人来讲，每一件事他都在讲一些道理，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些道理。好，所以他就看到这个，看到什么？众生啊，这个虫住在泥土底下的虫很安稳了吗？他住在泥土底下很安稳了吗？哪里知道农夫耕田把它翻出来了，翻出来那些鸟就马上来吃它啊！鸟跟鸟要吃虫，也要打架，也要抢，也要抢。人、鸟、虫、牛看得到的就是畜生道跟人道，多苦，都为了生活疲惫辛苦。这虫被吃了苦不苦？死苦啊！这个鸟要吃虫，他没有，他会饥饿啊，他也要吃啊，他要吃虫，他才活得下去啊。虫在土里面，他也要吃啊，他是吃土或吃里面的小虫啊，但是他被翻出来，他就要被吃。那农夫要耕田就要翻土啊，牛要翻土啊，背着犁翻土啊，啊，那农夫也辛苦，牛也辛苦，鸟也辛苦，虫也辛苦，世间就演出一出这样的无常大戏，无常故苦的戏，啊，你看哦，那我们天天看那么多东西，我们会想到这边来吗？不会，我们不会，啊，当然有些人也会，啊，那你开始在一切现象里面看到无常的时候，就是你离解脱比较近的时候了，真的，你要在一切现象里面看到无常生灭。然后在生灭里面再看到那个不生不灭，那个是后来的啊。但是你要先在里面看到无常，所以修行的第一步先看观无常，然后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所得解脱啊。基本上简单讲是这样啊。但是这个无常你要很深刻，深刻不是你坐下来一直在看观无常，不是，深刻是每一个法都在说无常。每一个现象都在说无常，这个是深刻，你很深刻的觉察到世间真的是这样，世间无常叫做诸行无常，然后再深刻的感受到一切众生都苦，诸受是苦。你看这不是不是在讲这个道理，在讲这个道理啊，一切众生都苦，我在这一切众生里面一样是苦，不是我苦而已，一切众生都苦。什么苦？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苦。那么你在寺院，在家里，在社会，打开电视，打开报纸，你都可以看到，每看到的你就深刻一次，那么你完全认可彻底了知这种道理啊。那这个气是很重要的，不是在那边想那些形而外的、那玄之又玄的东西，不是，就当下直接就体认到
真的是这样，不是想起来应该是这样，不是，不是，也不是佛说是这样，不是，就你看到的就是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跟修行，所谓的修行其实就是你整个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都是在观无常的。那么你如果加工用行专注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力量，那个时候是非常深刻的，不是你想出来的，而是从你内心真正就是这样体会的啊。那你一定要把修行，所谓的修行不是知识上的，不是你观念去作意然后把它想出来的，不是的，它就是世间的实相啊。那你看我们看我们的悉达多太子，我们的世尊，那他是怎么修上来的？你认为这些跟他成佛没关系吗？这个就是他的前方便。我们的前方便就是拜佛念佛诵经，我们的前方便是这一些，但是这一些的更前方便，它就是真正的前方便，就是你解脱觉悟一切法的真实相，要从表象透露，以你的观察透露到实相，你不能停留在表象上。好，所以你看众生受诸苦，他开始心静下来，他开始委地观察，就坐下来，不要去其他地方了，就坐在这边好好想这一件事，坐在这一边好好想这一件事。那么他就观察这个世间都是这样的无常生灭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心非常的极静，就入了诸禅，入了三昧，所以他就说了这个话：世间甚辛苦，老病死所坏啊。结合他过去想的老病死，那么一切包括这条牛，牛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虫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人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那么大家都在受苦。虽然大家都在受苦，那么这虫努力努力免于老病死，鸟它不吃就会死啊，啊，这个牛不耕田，那么也会被打，也会受苦啊，那么以后也会死。但是这一些人，包括农夫，包括牛，包括鸟，包括虫，包括世间跟他一起出游的这些人，啊，这些宫女，这一些堂兄弟、表兄弟，他们都过得很好的日子啊，他们都是来看花赏月的啊，啊，没有赏月，晚上，他们都来看看花游园的啊。啊，来观光的啊，他们都看不到，他们都不认为，现在没有想到这一些，只有悉达多太子一个人坐在这里想这个问题，其他的人就会觉得啊，跟王子出来很不好玩，每次都没有去到花园就回来了，啊，他心情不好是因为他要解决这些事情，觉得老病死，他看到老病死心情不好。其他的人心情也不好，是因为没有得玩，心情不好。你看，那你看，好好想这些事哦。那我们听了这个事之后，那我们平常在看待一切现象的时候，第一个，心要静下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不管好不好哦，不管好不好，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心静下来，就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日常里面、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心要静下来，发生了什么事？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我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反应？为什么？合不合乎佛法？有没有助于我解脱，或是让我更深烦恼？让我受苦，如果让我更深烦恼，造业受苦，那我要怎么办才能免于他继续这样？哎，你要想这些哦，哎，这些常常发生啊，很简单啊，人家跟你讲一句话啊，人家一个眼神啊，你心里面开始就忧苦了。那你要想，他这样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因为他这样忧苦？
我为什么有这种习惯性反应？那么如果他讲了一句骂了我一句话，给了我一个不好的态度，那么我为什么要因为这样生气？那么我在生气些什么？那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啊，那么如果他一个不好的语言、不好的眼神、不好的态度，我要想的不是他伤害了我，而是他有烦恼，他现在有烦恼，他依烦恼造业，要为业成熟而受苦，我不可以像他一样，我不能因他的烦恼而烦恼。就好像佛陀看到这些人都在追逐五欲，都五欲是要避免老病死，但是没有办法避免老病死，他要让自己幸福快乐，有生之年就尽量享受，但是最终还是要老病死。那么他不要跟这些人一样，他不要跟这些人一样，但他要怎么做？他在想这些事。那世间都是这样，我也没办法避免，我也没办法避免。所以他知道世间甚辛苦，老病死所坏，终身受大苦而自不觉知。你看哦，所以别人起烦恼的时候，他没有觉知他在起烦恼，他没有觉知他自己伤害人。那我们要不是自己起烦恼去伤害别人，就是别人起了烦恼来伤害我。那不管怎么样，我伤害别人，最终我也要受苦。别人伤害我，我没有察觉，那么我接受了，我也受苦，终身都在不是伤害别人，就被别人伤害，不断在受苦的范围里面。那我要怎么办？所以啊，你看啊，其实我们就活在这种世间哦，我们就活在这种生命状态底下哦。你有觉知吗？你察觉了吗？察觉之后，你想办法避免了吗？你是怎么避免的？从你想办法要避免之后，它有没有继续发生？我们学佛修行就是要避免这种啊，不是吗？我们学佛修行就是要避免苦啊，现在的苦、未来的苦、轮回的苦，你有避免了吗？如果没有，事情还是不断发生，我还是不断受苦，而且也没有苦的程度，也没有减轻，苦的次数也没有减少，苦的时间也没有缩短。那你是不是要想一下，你的方法有错了？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你应该改变方法呢？那怎么改变呢？我又不晓得什么方法，所以学习佛法就从这边开始。人家佛陀看到现象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想了之后他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做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因为不管我们学习什么经论，学了多少，学了多久，在家出家，我们都是为了离苦而来的。真的，学佛，佛法就是灭苦之道。你必须知道苦因，苦因，苦因决定不在别人身上，决定不在别人的态度上，不在别人的言语上，不在别人的行为上，在哪里？在先自己的执取上。你执取这种境界了，你执取别人骂你的声音了，执取别人给你的态度了，你执取了，你用它来伤害你自己。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什么？我见我爱。那这个讲到深了，但是我们说第一个要先从启发觉性开始。你这个决心要开放式的，时时觉照这个世间，不是只有你坐下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你在读心经的时候、读金刚经的时候、读般若经的时候，你才有决心，不是，不是只有你在念佛的时候，很多人念佛也没有决心啊，很多人念佛没有启发自己的决心，念佛是为了启发自己的决心，策发像佛一样的信愿。是这样的，念佛是为了启发自己的觉性，佛就是觉嘛，觉悟者嘛。那么策发像佛一样的信愿，学习佛一样的行为，其实是这样子的。可是大多数的人念佛，为了什么？等待佛的救赎。
希望佛帮我消灾免难，希望佛，希望佛增加我的智慧功德。没有办法，这个不是，这个就表示你念佛没有启发觉性，你的觉性是闭锁状态的。你这个盒子，你这个盒子，你里面一个木头是被盒子包起来的，你放在火里面，放在水里面，伸到大海里面，里面那个球，里面那个木头球也没办法进到水，你必须把盒子打开，它才能进水。日积月累，就整个油、整个水都进到那个木头里面。我们的法水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心是处于闭锁状态的，你就是天天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我告诉你，你也顶多是一个大外道而已，啊，你也没办法启发觉性，真的。你要像佛一样，觉知这个世间，看到一切现象，你就要会想。这个想，最终一定是无常无我，一定要缘起，一定要跟这个结合。你看到的一切境界，你就会知道它整个过程的生灭变化是怎么样。这个就是缘起。生命整个过程的变化，就是无明、行识、名色、六路、畜说、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但是现象界的它一样，生灭生灭，别人的一样，这件事情一件事情一样，从没有到有，从开始发生到最后现在这个状况，它是整个延续下来的，它是此故彼的，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就一直下来变成现在这样。那你不要让它变这样，那你必须要怎么样？看它的关键处在哪里，从哪里截断它。那么，所以无明灭则行灭，爱取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就从这里下手，一样啊。那我们一开始不熟悉，但是要先会想，先会想，想到非常深刻，那么每次做，每次做，做习惯了，所以每一次的事，每一次的现象，都不会让你苦，就算苦也不会苦很久，啊，这个才是我们学佛的一个什么？学佛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所以他这里看啊，他就说终身受大苦而志不觉知。好，那么这里就讲到，啊，释迦佛，你看啊，第五个就见沙门，啊，见到沙门，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一段文啊，我觉得这个还蛮可以跟大家讲的啊，所以，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修行有很大的关系，不要以为啊，这个就是啊释迦佛的经历，不是，他为什么可以成佛，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他为什么会成佛？为什么会出家？为什么会修行？为什么在菩提树下他就可以成佛？他的觉性不是在菩提树下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啊，看到病死开始的好，那么第五个就开始见到沙门，他从这里看到生灭之后，他又看到另外一种人，叫做沙门。沙门，那么见沙门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是什么人？”因为沙门他是有一个像，他穿粪扫衣，然后剃头，啊，然后他说：“那是什么人？”他的侍从就跟他讲：“那个是沙门。”什么叫沙门？啊，就是出家。求解脱要离生死苦的人，哈，他就是一直把这个老病死苦放在心上，要怎么样解决这种苦，他一直放在心上。现在竟然有人专门为了这个，有这一种人，就是为了解生在这个世间，他生活在这个世间，他的生命就是一生就是要解决这个老病死苦，这个对他很震撼。所以他开始那个时候，他出家的心就在这个见沙门的时候，他也要这样做，因为他虽然现在他年轻，他又富贵，他又有权势，老病死离他还很远，但是再怎么远，一下子就到了。你不要以为多远，释迦佛以前做大梵天王，那个寿命是几万年的，几十万年的，啊，那现在还不是没有，还不是过了。啊，那么我们以过去那么多生累劫啊，做过什么做过什么，也现在也都过了，啊，有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我就想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啊，那么到现在都过了五十几年了，甚至我在想到我刚出家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三十年了，
从我出家到现在已经过30年了，一瞬间而已啊！你再想一想，那么在后面的30年也是这么一瞬间而已，那你累积了什么？你累积了什么？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看起来很慢，但实际上很快，一下。那在想，那我可能在迦叶佛时代，我们就可能已经学佛了。那迦叶佛到现在要过多久了？所以这个其实时间本身它就是虚妄性的了，它没有说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学佛的嘛，不管在家出家，那基本上都是朝着离苦的这个目标去努力的。但是苦到底怎么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由业，但是为什么会造业？当然是由心。所以这个心怎么看待事情，怎么想事情，是很决定性的。那这四个就变成后来见老病死跟沙门。后来有一种说法就是他离四城门，就是把它安排在东南西北，就见老病死沙门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了。那这个是最早就是佛所行藏里面讲他出宫游园那一般有些就把它变成他出城门看见老病死沙门就变成这样那这个是他是第四次出游，前三次见老病死，然后第四次见沙门那后来在《杂含经》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的时候就讲过这一部经。那这部经其实就跟佛陀早年的经历是有关的就是佛刚出家的时候就讲了这一部经，就《杂含922经》，它就有四种两码。那么这四种两码就对照四种好的修行人了。他说我们先来看这四种两码。他说第一种，故其边引随遇者心持数左右。有一种马就是觉性很高他看见那个主人的鞭子主人的鞭子的影子因为骑马要打马，他才马才知道打左打右往右打左往左，打大力就要快一点，打小力就慢一点然后拉那个绳子就停下来。那么他看到他不用打下去，他看到鞭子的影子就随这个骑这个驾马车这个人遇着就是那个坐车的人，那么他就知道快慢左右，持速左右，要跑快一点，因为很简单这个马比较聪明，当主人要打大力叫他打快一点的时候，他鞭子会举高一点，那个影子看影子就知道主人鞭子举高了这个时候他就跑快了，他主人当鞭子要还没打下去，当举起来他就跑快了，主人就不用打了那一样那要他停下来也是这样那么要他往右，他靠看鞭子的影子往右，他就知道要往右边跑了，看鞭子的往左，他知道往左边跑了，这个马非常聪明。这是第一种好马，两马好马。第二种这个鞭子要碰到皮跟毛了，稍微碰到皮跟毛还没真正打下去，他就知道跑了，靠右边靠左边快慢他就已经知道了。那么第三个，小青皮肉要打到皮肉有一点痛了，有一点痛这是一般的嘛，这是一般的嘛，打到皮肉有一点痛了，他才知道要跑，要往哪里跑。那第四个，就铁锥刺身，彻肤三骨，就打到很大力，打到皮开肉绽了，他才知道要跑。好，那这四种就变成四种善男子，就跟我们修行有关系所以刚才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怎么就是那个看到世间的现象，那我们要会怎么想？四种善男子、善女人，四种两马比喻四种修行人善男子、善女人就四种修行人，学佛的人那么学佛的人都是两马，都是两马，就是会学佛，但是你会不会学就不一定了你真的会学，那才是两码哦。他说：“第一个，闻他人老病死，因为释迦佛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后来在竹林精舍，竹林精最早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弟子讲这件事他说修行就要像马，因为他过去就见老病死，他这怎么想？他怎么想然后他就把这件事讲出来了，跟他的弟子说了那所以在这个是在竹林精舍讲的摩揭陀国的竹林精舍，
朱明社是最早的道场啊。那杂案九二二经，他说闻他人老病死，那么闻以正思维，你看就是这样哦。闻以听到了之后正思维，啊，就是要如理思维啦。所以我说如理思维很重要。我们学习佛法，很多人都有听闻正法，亲近善知是听闻正法，但是我发现多数的人不会如理思维，没有如理思维，不会想，啊，那么所以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那佛法的核心在思维，正思维，正见之后要有正思维，正见依善知是得正见，但是有正见你没有正思维一样没办法。提婆达多有亲近善知识，他跟着佛出家，佛是善知识，他听佛说法，佛说出来的法都是正见，佛没有邪见的。六世外道还有邪见，提婆达多亲近的是真正的善知识，听的是真正的正见，但是他没有正思维，他没有正思维，所以他也起烦恼堕地狱。你看，有亲近善知识，有听闻正法，但是因为没有正思维，他也没办法得解脱，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正思维很重要，我们大部分的人从佛法上得到正见，但不一定会起正思维，不一定啊。所以这一点就决定了你是不是一匹好马，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你是不是真正能离苦，就决定了这件事。那正思维一定第一个要正思维，就是如理思维。那你不能够想一次想懂了就好，不行。如理思维要怎么样？要硕专精的如理思维。以前佛陀讲完经，或是要去听佛陀讲经的人，都会这么说：我闻法后，他请佛陀为他说法，然后他知道，啊，然后他会先跟佛陀讲：我闻法后，啊，就是请佛陀为我说法，啊，请世尊为我说法，请世尊为我略说法要。他去请世尊为他说法，就是到竹林精舍，到祇园精舍，然后想要听法，想要知道怎么解脱，请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闻法后，当独一静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专精思维。就是你看释迦佛有没有看了这个现象，他就在想啊，世间无常苦，坐下来他好想这整个过程，整件世间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我在这个世间上又是怎么一回事。独一静处专精坐下来，你看他也要坐下来好好想，好好想，努力想，深刻的想啊。那专精思维就独一静处专精思维，还要专精思维，不放逸住。不放逸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我们是偶尔想想一想，想不通，啊，不要想了，想不到啊，不用想了，会想又想不通，想不透，那就不要想了，就后来就不想了啊，不要想了。不是，要给他想清楚，想明白，想彻底，必须要怎么样？专精思维，然后怎么样？烁烁思维。所以啊，我常常讲，重点佛法的重点在思维，因为闻对佛教徒来讲，他有多闻；对异教徒就没有，他一定要先闻，闻正见，知道佛法。那异教徒或是凡夫不没有接近过佛法的不知道，但是佛教徒本身在闻这一部分啊，但是还不一定有正见哦，啊，因为就佛法后来混外道混的混乱外道混得很厉害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在佛陀时代啊，或是在这个时候，多数人还是有正见的了啊。就是其实应该说多数人没有正见了，但是从这个世间的众生来讲，佛教徒的正见还是比较多的啦，啊，因为佛教徒比较有正见了，啊，跟外道比起来了啊，闻思修嘛，佛法就是这样啊，闻思修正啊。那闻这一部分，老实讲，我们不缺了，我们缺的是思，因为没有思，你后面就修不起来。你后面的修不是透过闻思之后的修，你那个修是外道修而已，啊，你一直念佛，一直拜佛，一直持咒，啊，那么做这一些事情，顶多就是世间或是外道，啊，顶多是这样，啊，那么因为这个不是透过正思维而来的，深刻的理解，那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我发现多数的人没有思之后就修，闭关起来啊，念佛啊，这个100天、90天、7天不坐不卧苦修，苦修。
佛陀以前也苦修过啊，苦修没有正思维的苦修，基本上就是外道法。没有正思维的苦修，不管你多努力啊，我说过，我以前烦恼起来，一天拜三千拜，三千拜呢，我还要上课，然后就这样拜，拜很快，也拜到习惯了，很快就很快，但我就要拜三千拜啊，我觉得这样可以除烦恼啊，念八十八佛，一天念两遍，早上一遍，晚上八十八佛除罪很快。没有正思维的修行，它不是没有力量，外道也有力量啊！你外道没力量啊？苦行外道也有力量，它也有神通啊，它也可以除烦恼啊，但不能断烦恼，根不断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那不是办法。很多人不知道啊，那个在禅定里面心都不起啦，他哪会有烦恼？无色界的心，他根本就不起了，没有寻思，他心非常的极静，他哪有烦恼？但是离开定的时候，境界来了就有烦恼。那佛法它是从慧啊，那么它的正，它必须从修，修必须从思来，如理思维而来。那如理思维要天文正法，天文正法我们有，我们都是略过这个思维，稍微想一下，甚至不想，然后听了之后啊，就开始修啊，比如说念佛啊，就开始佛号就一直念。啊，一想要念到一心不乱，一天都在念啊，那你都没有想，那什么叫做佛？为什么要念佛？念了佛会怎么样？那为什么要这样？你都没有想这些问，那平常怎么念佛？啊，这些你只是啊，比如说苦行也是这样，一码一脉啊，你都没有想啊，这个修这个一码一脉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修这个？啊，那修的真的会得到吗？啊，比如说啊，举个例来讲，那印度人现在很多还在恒河里面沐浴。虽然很脏，但是他们觉得是圣水。啊，佛陀也问过啊，问过那些苦行的外道啊，啊，如果靠一买一卖，比如饥饿，让你的身体产生饥饿，或是不吃东西，他就可以解脱。那一些没有得吃的人，他不是比较快解脱，对不对？他天天在饥饿，那如果靠这个恒河的水，他就可以除罪。那住在水里面的那些鱼虾，那不是都没有罪？这没有道理嘛？是不是？那所以你没有去想这些道理，但是人家告诉你这个方法，啊，你就卯起劲来修，就拼了命在修，可是能成就吗？不能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思维。那思维基本上就是要如理，要符合缘起，符合无常。所以你怎么想怎么想，一定要想到缘起无常无我这边来。如果你所想的跟缘起无常无我不相应，你的法不是佛法。那要怎么样？要专精思维，你要专精，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个道理才想得通。还要怎么样？要烁烁思维，要一次又一次，不断不断的这样去想，不断不断的这样去想。世间每一法都是无常，世间每一法都是无我，世间每一法都是缘起。那么在众生上，你可以看到，他苦是因为业，业是因为烦恼。你在任何一个众生上，你都可以看见这种现象，在自己身上也看见这种现象。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烁烁。所以要如理思维，要专精思维，要烁烁思维，要先要如理思维，由正见得来的，要先做如理思维。如理思维之后，要专精的如理思维，然后要烁烁的专精如理思维。那么你这样才能够进入修行的次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一段把它落掉了。好，那再一点时间啊，把这个四个讲完。稍微先讲一下，他说闻他人老病死，闻以正思维，人生恐怖。人生恐怖基本上就是能够厌离这个世间，要处理这个世间，处理无欲。人生恐怖，你就是你会有警觉性啊。那么于正法律而能自调啊，你看这个是佛陀，应该是成佛不久就为他的弟子讲的，因为这个是他为什么成佛的经验哦。啊，你看哦。于正法律，就是如来所说的法跟律，那么怎么样能自调伏，能依着法修行啊？因为如来所说的正法律啊，法跟律基本上就是为了调伏烦恼，就是调伏烦恼是为了怎么样远离恐怖颠倒梦想，就是要离苦的啊，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是第一个，闻他人老病死，闻以正思维啊。那第二个啊，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这个。第二个就是啊，那
见他，就是你不只是听到，更深刻的见他聚落啊，啊，见他聚落啊，那么人啊，就是见他人了，其实就是见他人，啊、见他人啊，哪一个就是你有看到啊，这个村里面啊，哪些人啊，老病死，见矣啊，见他人老病死。那么见矣，正思维，啊，人生恐怖心一样，后面是一样。见矣，正思维，人生恐怖心，啊，你就开始想，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啊，后面是一样的。然后你再依，你要解决这件事情，要依佛法，佛法，佛已经是解决的人了。此事苦，我已知；此事苦，奴应知。啊，此事急。我已断，此事急，奴应断；此事道，我已修，此事道，奴应修。啊，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佛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告诉你方法，我们依这个方法，那么这个也是佛修行过来的。你要先对老病死有一个彻底的觉知，然后第一种好嘛，听到别人这样想，他就会想了；听到别人有这种现象，你就开始想，那我有没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会，那我现在就要怎么预防？在境界来的时候，我才能够提醒我自己。你就要想啊，你不要等境界来，那个时候没有力啊，没有方法，你平常就要练起来用啊。啊，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见至亲友，看到自己的亲友，这个更深刻了。啊，我看那个祖师大德的传记的时候，看到。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会出家也是因为他的爸爸好像一年内不知道死了几个人啊，那么他就知道这个世间无常，以后会轮到我，那么我必须现在要赶快去解决这件事情。很多祖师大德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出家的，就是见至亲友啊，有的是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就周遭的人，在他像印顺导师也是这样。印顺导师，你看他的《平凡的一生》里面。他出家是因为他那一年里面跟他住在一起的叔公还有他的爸爸的样子，然后都死了，一年内不知道死了几个，然后他觉得世间真的是无常，他就开始那个心无出离心就有就见他聚落，见他亲友老病死然后见你一样人生恐怖心。恐怖不是看到他那个死人很恐怖，不是啊，不是看到死人恐怖啊，是看到自己也会死恐怖啊。以前我们小孩子，死人很恐怖，会去耍掉啊，相关边啊门紧关起来，门赶快关起来啊，会被吓到。不是啊，是想到我也会死，我死，我将到哪里去？是什么状态？不知道。其实这个产生恐怖啊，不是现在我们见到死人也会恐怖啊，会见死人不吉祥啊，避讳嘛，讳嘛，啊，我们会觉得死人。就是死人的骨头，你都不敢啊，不敢看啊，或是有些死人身体，就是觉得死人不吉祥，啊，就要避讳，是因为这样恐怖？不是，这样你就没有如理思维哦，是想到，我以后也会成为这样，由这个起恐怖，不是看那个死人啊，会带衰啊，然后会有怎么样，会不吉祥？不是这样，这样不对，这样是错误的啊。然后第三个是见至亲友，第四个呢就是自己了，自己开始老，开始病，开始快死了于自身老病死，那么人生恐怖于正法律知条五。那有一些人这个就更多了开始生病了，然后有绝症或是病人或老了啦，病了啦，穷了啦，开始要出家，开始要修行，觉得他没有什么时间了。那么就算这一种，他也是两码。只要能够想修行，想要离苦，想要解脱，都是好马，都是好马啊！那这一种就越来越难了啦。你等到你自身已经剩下没有几天了，快死了，他要出家也有很多这种的，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但是就算你在那个时候你想修行，你都是好马。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发生这样了，他也不想死。我时间没有多少了，我要趁着。有限的时间，赶快什么？赶快去享乐，还有这样，赶快去旅游世界，赶快去做什么？
赶快去做我以前想做没有做的事，不是要赶快修行了。但是也有人，还有些人就是什么，我们说过四种马嘛，打到皮开肉绽了，这个就是第四种啊，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彻夫三骨了。但是你这样会想修行，都是好马。还有一种打死了都不跑的那一种，就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了。那么自己都快死了，都快没命了，还想办法要怎么样啊？去求仙丹，求仙丹要把命延续。不是，这个时候不是求仙丹，要求佛法。命没有延续没关系，在一天能够理解缘起法，都好过你健健康康活一百年。你要知道啊，所以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一天甚至一个小时，你都要用全心全身的力量，因为就这么一个小时，你要能够专心理解这个世间的无常，生出离心，就算没有解脱，你未来这个心相续，你未来这个心相续，要死之前这个心相续，你再来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得解脱，真的。那你要死的时候，就算剩一个小时了，剩十分钟了，你在那边害怕恐怖，你死了就带着害怕恐怖的心去。那么你在这十分钟里面，你很安静下来，体会这个生的苦，体会你这一生整个世间走过的无常，那么在了解这无常生命里面，这个一切法的缘起，就算你那个时候没解脱，你再来的时候心相续、业相续、习惯相续，这个时候你再来，你会很容易遇见佛法。遇见佛法，你在听到佛讲无常的时候，会非常深刻。非常深刻。这个时候，你前生那十分钟所做的如理思维，就是你来生的什么真上缘助道法。你看哦，是这样哦。所以你记得，因为我们都会有这个时候嘛。啊，有些人当然没有，有些人就比较自在。但是记得，假设在那个时候，你不要慌，接受死亡这件事。但死亡不是真的死亡，是换另外一个形态而已，换另外一个形态再来一次而已。所以。你就当作前天睡觉，今天起来要记得些什么事。你前天晚上还在想的是今天起来，前一生的事，就算要死了，这个身体都烂了快了，换一个更好。但是那个心不会换，身体会换，心不会换。所以要让那个心延续，在这一生我都没想到，最后这一刻我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非常深刻。在你在投胎来的时候，那么你在遇见的时候。那个深刻的种子遇水则发，遇这个法水它很快就长出来。你前生临死之前所念的法，就是你未来你遇见佛法的时候，你可以如理思维的前方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跟不会想就差很多，你会做跟不会做就差很多。修行不修行不是看你就坐在那里拿着念珠，不是的，是看你的心遇见境界，有境界没境界，动的时候静的时候你都怎么想，这个很重要。甚至在临命中的时候你是怎么想。好，我们就这个是后来佛陀就跟这个佛弟子讲四种良马，比喻什么四种人，四种善知识，四种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佛陀为什么这么讲，很明显他过去年轻的时候见老病死，他怎么想？他把这个经验传授给你们，你要怎么想？于正法律能治调伏，就是能安住在佛法里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